老子要是200万人看我直播，真的，老子全网一哥，懂吗？真的不开玩笑，200万，真有200万人看我直播，我直接全网一哥了，不过分吧？200万人在线的话，同时200万人在线，全网一哥不过分吧？我操，这个情感有点细。刘德华，刘德华又不用当，又不用当网红，他都不用当网红啊，那不一样的。手画的一到五，不敢给他一动。更多火药。快要暂时远离，我们要走。有其他眼写不到，很痛。打开 WinGame 看就知道多少人。WinGame 那个不一样 ，WinGame 那里显示是多少人，是他那个助手在用那个助手看的，跟虎牙平台是没关系。但是那边弹幕我这边可以看得到。带给所有人。WinGame 上面的人数就是他用那个助手在看的人数，就跟虎牙没有半毛钱关系，只是弹幕是互通的，好像是。人死已经和我的船一起沉没了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要时刻留心背后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扎的。谢谢谢谢表哥的丘比特之箭，谢谢。什么破运气呀、啊？什么破运气呀、啊？他们的尸体将塞满深渊。我只取代其中一个。你在虎牙骂他们那边能看得到吗？可以啊，弹幕是互通。哎呦，扎库顿上面去。没互动吧？我的仇恨将沾满鲜血。整个橘子丢个桶子骗他一吻，我往前面靠点，他这个方向肯定想一吻，他肯定等想等刷盾，这还不一样，你就一切尽在掌握之中，兄弟们。我虽然失去了船，但没有失去灵魂。吓唬我是吧？烧吧！不用了呀，等你来我都推完了。不要，你们就能安逸。为什么你是大神推荐？只要你有人气，你是亲爹推荐的没问题。互联网就看人气的，他不管你什么技术，但是我技术肯定是没问题的，对吧？你可以说我丑，你可以怀疑我的一切，但是你不能怀疑我的技术。我操，两个人头！哎，我那西兰刀钱我都够了呀。我就把这个人封下。死亡的潮汐，已是我的归来。
太多。我从盐分和海水真会，那我直播线我也回家。为什么你不是超级明星推荐？因为我还不够资格，我现在只能给超级明星提鞋。提鞋给超级明星提鞋是有点资格的，但是我单的话我就没有资格。实话，我现在只配给超级明星提鞋。死去将是赐给他们的奖励。回来时会变得更强。谁是超级明星？超级明星得是乌兹，然后 PDD， 然后旭旭宝宝这种，还有大司马这种，那种就很牛逼的大佬，属于大佬级别的，俺不配。炸到了，冲他！他们消遣一下时间。冇有谁讲过？我操，好惨！你他喵的，本来还想把你当兄弟的，你 K 我车。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吗？我真的很少有看到有被先锋干死的打野，你们知道吗？我可以理解你被 buff 干死，被什么哥巴蛤蟆打死我都能接受，我第一次见到打野被先锋干死的。讲述着我的故事，人人有份。这我开大救不了。言语好，又一个。踹我，不踹我我就。我怎么反应慢？哎呦，居然回头了！我操！他是不是还想用大招夺我 Q 是吧？这人是有想法的，就不会操作。对面居然还被团灭了，他怎么还能三杀的呀？我无法理解。我感觉我要死了，我的感觉没错，确实要死了。不过我尽力换一个，让兄弟们看一下我的实力。这个就是我的实力 ，Do you know DJ 的 power？ 不好意思，暴击了。割开的喉咙早就无可再痛了。
少忘记事情，更不会忘记仇恨。脏东西，又一个。跑下路去，我大招十秒。人们背叛了我，肯定是来不及的了。谢陈帆哲送的粉丝牌，谢谢。更多火药，把残忍带给所有人。来呀来呀！仁子和我的船一起沉没了。是不来把他放喝？哎，你还帮我？是小孩子的意思。他妈的！精准是唯一重要的标准。我原地闪现，我操，还单杀的，屌！我要把我得不到的东西统统烧成渣。什么叫昨晚学你玩两把拳术了、啊、对我背过，对你以后输了零杠十几你就说跟我学的，对沾满鲜血，反正抖音上面天天就有人骂我，我也不差你这一个。京城有人动不动就是时不时就会有个人私信，不止一个，我是几个，大概的意思就是，就你玩的那个样子，就你那逼样，还玩船长，还做抖音，还学人家做抖音，差不多就这样吧。我都不知道为什么，这种很明显的就是不知道是谁去玩的，然后坑的就报我的名号，真有啊！就看你那逼样，还教别人做抖音，还学别人做抖音。这没换掉，没暴击，可惜。十三甲是不好操作呀，他这个吸的血吸的有点太多，吸了300多血。我对这个东西我又不介意，我就是有的时候看到我有点想笑看的。我觉得很搞笑，斩杀不了，估计血量不够。死亡的潮汐，收集者是拿来打伤害的。我从岩缝和海水中重生。我操，打了兄弟们，他们打也不在那边，我身上是没带眼。我
他们中单往上路靠了。将是赐给他们的奖励。偷点钱也可以。What the fucking 怎么该？啊！哎，我 W 没按。忘了按 W。我按 W 我应该不用死。按了应该死不了。他才打我400点血，我一个 W 都能回200了。我感觉死不了应该。因为他装备没那么好，他还有法穿血。他是个辅助。不要相信比尔吉沃特的鼠辈。兄弟们等等我，马上到，马上到。大海没有。哥们，马上到。爆炸喽！还偷了400。说的马上到吗？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嘛。我还偷了400，好像这不。上次想给你拉粉丝的，进去就爆虎牙烂地，没想到被干爆了。我可谢谢你哦，你可真是个大好人。没想到粉丝还是个忠厚人。不要以为我不在意啊！他们有人退了，我操！